最近在摇人，帮歌手摇人，是不是？你感觉我如何？我昨晚那电话不就是给你打的吗？给我打的吗？哎，这舞台选歌很重要。你得好好准备准备。我是有一首歌，跨，你准备一下吧。我准备好了，其实已经准备好了。我来到你的城市，走过你的世界。哎，张强，不是你下周真没事吗？我忙也行。没事，我等下一期。我想问一下各位老师，能说哪位准备下期去接榜啊？刚唱的这首 rap 实力还没听出来呢，准备好接电话了啊！你在第五啊？啊，那还算了吧。哎哎哎，老师。